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今天呢，我们不拍都市传说了，今天来拍 Q&A。你们的所有留言我都看过了，我选靠北，没有，开玩笑。我很想把你们所有留言放进来，太多了，所以我把它统整成三类。第一个是少数人问的问题，第二个是热门的问题，第三类是动作类。对，我觉得这样才可以最大化把你们所有的留言都放进来。我放了应该至少80%以上有了。那如果还有剩下我没有回答到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再私讯我或者是问我，就真的体谅一下，因为真的太多了。不多说，带你们看看我的目录吧，好兴奋！第一次什么时候？17岁的时候。王狗，你是门萨的吗？对啊，我是门萨的、啊。有的人可能不知道门萨是什么，门萨就是你是全世界至少前2%的人就可以加入，对，就是我会看，看到我可以跟我打招呼啊。你都想曾经作假过？没有，绝对没有作假。我用 FB 成功那算，我的 FB 是往下 ，IG 是 Danny5039。我创业都有赚多少钱？你饭店有什么感想？真的是感谢你们，感谢，无尽的感谢。我撞人真的撞过这么水，撞鬼？有啊，我们有撞过，就烧那个符咒，然后过火这样子。希望你好，我觉得爱狗的女人都是好女人。现在日常在干嘛？上课、健身、打球，而且偶尔写歌这样子。不如帮你粉丝改个名字吧。我不想叫粉丝，我不是明星。那么我不知道你们觉得，德善那边叫他告白，他会说爱你。我这个还59个赞。好啊，阿比我爱你。王狗也是狗吗？我是啊，不然怎么叫王狗？可以安娜贝尔吗？有啊，剩下5个月，我想10万订阅。你可以寄用给我马蜂边探险吗？有啊，我以前去过啊，可是没有发生什么事。帮我叫阴阳眼吗？我没有阴阳眼。王狗，你可以开一只马吗？开什么马？那个打乱吗？有、啊，白金四以前。王狗，你是剩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是结石粉啊。王狗，你是变态吗？你这么明显吗？你最怕什么？我最怕蟑螂跟膏。我可以选择会选什么？我会选择提高5000订阅。是全职 YouTube 吗？不是。你喜欢老蛇，身材这么好，运动员。我很喜欢老师啊，那我身材没有很好啊，运动员只是我梦想而已。我从小立志就当运动员，可是我不是。香港，香港想做什么？国中的时候去过，我想吃港式饮茶。可以加我朋友吗？可以啊，你们大家 FB 就不要只是追踪我嘛，你们可以加我朋友啊，无聊可以密一下我啊，不知道讲什么就说你在干嘛、啊，我就跟你说我现在在干嘛、啊，选我嫁给我吧，好啊，我选你啊。那么日常印象在让自己是哪一个？一个人的捉迷藏，因为先绑住了、啊。当然没有讲废话，有立体的话应该是看得到啊，我没有立体的啊。我瞬间很想猜，我说交给你们决定了。那做什么人生大事？我是学生，我人生我觉得我过得不错。然后你是杜传芳，不然说不敢上来骗，没有这样子过。骗我可以第一个吗？抱歉，我现在才看到你。就像我像团顽童 NJ16。王狗，你爱猫吗？我爱。小动物爱，大动物也爱。你爱吃什么？我喜欢吃面。最想念美国的 Mr. BBQ， 还有麻辣锅，我爱吃麻辣锅。王狗，你现在做什么？你只需要手机跟剪片的软体跟一颗诚挚的心就好。那么这是最灵最可怕的。那个时候去绿岛燕子洞的时候，就是海边明明很宽阔，可却没有风。然后我觉得我身边都是人，跟夜市一样挤，这样子异常的热，然后回去就发烧了。为什么他变要戴帽子？为什么他因为我头发太塌了？你敢不敢那快入团吧？有啊，我今天就要去拍啊。放前你觉得我没有发生灵异事件，又或者的鬼没有？谁的粉丝偶像是谁？顽童，你喜欢 Bridge 吗？我觉得我还蛮欣赏他的，那么厉害的。你喜欢成绩好吗？还好，要办见面会吗？因为我不是明星啊，不用办见面会啊。你们就 FB 密我 ，IG 密我，大家可以约约打球啊，或去运动啊，干嘛的？想去的国家吗？或最喜欢的国家？有啊，我想去芬兰。然后我之前在美国待过2个月，我最喜欢那边。然后我也很爱台湾、啊。你觉得不用喘气那样子啊？我第二次到第三次的时候是有喘气，因为我讲那时候很紧张嘛，所以我倒抽一口气这样子。可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喘气让他做到的。我听大家说半夜晚常常遇鬼，你可以问荧幕前的你们啊，应该都有在半夜玩过狼人杀吧？或者遇到一堆村民啊？问队长会犯什么生病？没有，我没有生病。有没有吃第一个队长成功？然后还没有过，因为那男生 kiss 过。有啊，大家应该都有吧？就玩的时候啊，是不是手法三个问题？我爱队长哥吗？我爱啊！今天有没有看到画是吧？那成功也看到那个画面，可是我怕他出现，不很可怕。我只说他在那边救谁？我不会游泳，最棒的不会。对自己做 YouTube 的成就有什么感受？你觉得我没有什么成就，有感觉的就是你们支持我很开心，这样满足，就我最开心的地方就是这个。你常常在家，我没有。
你眼睛有事吗？我不喜欢眼睛，我也觉得他有事。你喜欢做什么运动吗？拍摄不想要跟黄玉哥合作。我最喜欢打篮球，帮拍摄还好，不一定要红人啊。有共同兴趣就可以合作啊。你最喜欢哪种都市传说？干枯的骷髅。你最不想挑战都市传说什么？干枯的骷髅。包括台湾哪个 YouTuber 下包吗？你是想害我是不是？但是是没有讨厌哪一个，不会讨厌人的、欸。我觉得这几年 YouTuber 一个月什么时候开始做 YouTuber？ 还有动力是什么？我一个月前开始做啊，动力是你们啊。你看渡船的饭是自己去用的，不是。你拍渡船想要你后，我没有后悔啊。想法就是想拍到好看的给你的，又想玛丽出来会怎么办？跑啊，小狗第一几公分？真的是变态君。做 YouTube 辛苦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你喜欢动物吗？喜欢啊。包括你最喜欢拍什么影片？手机什么牌子？我最喜欢写信买那部，那我手机直接送的。最想的渡船说干枯的枯了，我也是动物，想当什么鸟？你看到喜欢你瞬间看到哪里？单不单纯吧？忘记捏着鼻子回答三个人的问题。我在玩什么游戏？一定要说一个。我最近都在玩《皇室战争》，你问一下你暗币什么关系吗？好兄弟，有没有腹肌？每个人都有腹肌啊，只是你不比肌而已。像我们就不比肌。打算拍末班车吗？选我。有啊，你们想看吗？拍杜城会怕一个在家吗？还好，会直播杜城的吗？会啊，以后会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又不认识你，你是不是很闲？我还好。有看我在杜城的意见吗？有，大家的意见我都看。王虎叫吴博宇，吴博宇嗨，要怎样才找到女朋友？问我不对，应该是问黑男吧？就是问你选择巧克力口味、大便口味、软尿那个。我要大便口味巧克力。王虎，你图片是我妈妈画的。是啊，王虎，你信仰是什么？基督教。幼稚园同学可以跟拍都市传说吗？可以啊，有机会的话。王虎，你吃饭了吗？吃啊。王虎，你渴望力量吗？我渴望力量。王虎，你有时候在晚上玩三点王国飞猿吗？没有玩王国纪元。会想找一起拍都市传说吗？然后拍一些什么道具？可以啊，我想要弄一个大型的都市传说。对，找你们大家一起。外面需要手机专题，还有热忱的心。我帅吗？我看一下啊，还蛮帅的。你的警察朋友有没有落榜？8月28号才出来，他出来那天我是在告诉你们。你觉得鬼的样子是什么？鬼的样子，我之前有跟大庙的阿姨聊，然后他看到鬼，然后他说鬼的样子就跟人一样，只是他走路不是走，他是用飘的，斜斜的飘这样子。然后我信他了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喜欢打棒球，棒球还不错啊，我都很喜欢运动。我最喜欢篮球啊。我一个人住吗？没有，我跟家里的人住。猛鬼可以对101比中指吗？比大拇指。猛鬼可以吃100根巧克力棒吗？做这个表情，王鬼可以倒念句子吗？猪笨是念来过道。王鬼可以唱歌吗？我到了十月十号还是遗憾，夜里的寂寞已叫人一身，不如两颗的大梦，你不过一个人。王狗，你可以脱衣服吗？脱衣服你去看我泡澡那部，整片都脱衣服了。王狗，你可以倒立喝汽水吗？好了，倒水来了。这里是汽水，我没有汽水啊。先拿汽水，汽水，我汽水去。王狗，你可以俯卧撑50下吗？轻而易举啊，轻而易举啊。王狗，你可以打自己吗？第一题是小风害、小女孩害、林燕害。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对，我梦想是从一个运动员呐、啊，一直以来这是我心头之痒。我受伤受太多次了，我脚至少扭到10几次了，所以我要跟你们爱打球的人说，你们如果受伤了，就好好休息，可以一起约出来打球啊，干嘛都好。喜欢的韩团，你有喜欢的韩团？喜欢 TWICE 吗？我觉得韩团很有魅力啊，只是我没有在看韩团的东西。我知道 TWICE 是谁，周子瑜那个吗？王国，你拍不拍游戏实况 GTA？ 我想看你玩。我本身我是还蛮喜欢玩游戏的，对，只是现在最近比较少玩，也比较没时间。可能有机会我会玩的、啊。真的出现潜心玛丽真的出现的话，你会许什么愿望？对，第一个愿望我会希望所有人都过得很美好的生活，然后这世界上不要有流浪狗这种东西。那第二个愿望是还好，我觉得大家幸福就好。第三个愿望就是希望他离开啊。会有他兴趣哪些？你是很兴趣，兴趣很多哎、欸。对，我其实很喜欢尝试很多很新鲜的事情。现在的幸福就是喜欢打球，我喜欢健身，还有写饶舌歌。你有最喜欢的 YouTuber 吗？我看 YouTuber 其实看的不多哎、欸，比较常看的可能他 Jimmy 社长吧。
慢慢劝他啦，我觉得他点子很多。然后你拍 YouTube 的初衷是什么？因为我拍的，因为我对社交平台就是 IGFB 我是比较被动的，所以我拍 YouTube 的初衷一方面也是希望可以用影片记录下来我的生活，然后一方面呢也是想完成自己的目标嘛，对吧？在这个当中认识到你们大家，我就很开心，对，真的我很满意了。你觉得你自己帅吗？为什么这么帅？我觉得我没有很帅啊，那时候看到反应像哈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帅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，我只能说谢谢这样。然后为何你会想做都市传说？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很爱冒险、很爱探险的人，对，我很爱爬爬照。那我平常就会跟我的朋友，我们就会一起去探险，一起去夜游这样。就其实我只是在呈现我的日常。包括你用手机拍片，你用什么剪辑？我是用手机拍片，我用Samsung S 系列的，我的剪片程式是 Sony Vegas 的。包括你目标是多少订阅呢？希望我会破十万订阅。那我的目标是人嘛，目标放远一点，我就讲个大话好了，100万好不好？对啊，可是我要到100万订阅的话，我一定要冲着自己。我要带给你们一些更有实质的东西，对，所以我还要再努力，我觉得我还不够。然后你在拍杜川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可怕呢？最可怕，一个人捉迷藏，是拜拜吗？我是没有去拜拜啦，因为我是基督教嘛，所以我比较没有去拜拜，祷告是有啦。不过我一定要出现在你们 Q&A。刘宇轩你好 ，Roof 你好，小黑我很好，辉听你好，叛逆者你出现了，你可以挑战王者荣耀吗？我没有玩王者荣耀，我现在最近比较少玩游戏，我可以去下载啊，你可以跟我一起玩啦。不过你可以每天拍，固定拍片时间，现在目前是3天一部啦，我可以尽量就是以后我闲一点的话我就多一点这样子。然后如果说有遇到酸民，因为每个人的嘴巴都长在他身上。那他想讲什么，那本来就是他的权利。就算他讲到是不好的话，我会把他丢进来变成我的养分，反而是一种，也是一种动力。你总是要在逆境中成长嘛。这个问题怎么那么多人问啊？王哥，你是 gay 吗？就是我长得像 gay 吗？我不是 gay 啊，我怎么这么多人问我是不是 gay？ 好，再来是最热门的，我统计出来前5名最多人问的，第5名就是为何你叫王哥？高中时期有一群好朋友，我们大家就是互相在你的名字后面加一个狗字，姓王就叫王狗，姓陈就叫陈狗，那姓林就是林狗，那狗狗狗我们大家叫一叫叫一叫就习惯。那习惯了之后呢，又加上我本身我很爱狗，对，所以我就继续叫王狗 ，OK 的。好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第4名，就是问我的一些个人资料这样子。我是王狗，我22岁，我是台湾人，我175公分，69公斤，我家里住在中永和这边，我大学读文化，对，我还在读书。再来是我们的第3名，难道我玩都市传说都不怕吗？因为我平常就在拍，就是很爱做这种事啊，所以其实我只是在呈现我的日常。没有拍片的时候，我自己玩或跟我朋友玩，我那时候会比较怕，为了要呈现好看给你们看，反而我就变得不会怕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玩我没什么感觉。第2名，频道未来的走向，很多人叫我拍什么、啊、拍什么、啊、拍什么，然后未来会怎么做？我跟你们说 ，Don't worry， vlog 啊，搞笑的啊，整人的，因为我很喜欢挑战各种东西，我都会做。对，只要我觉得这个主题是OK， 我想要带给你们的，我就会去做。对，所以你们放心，最近我可能会先把都市传说全系列拍完，这是我的目标。就希望以后大家想到都市传说就想到网购，那中间可能会穿插一些我突然觉得什么，这个一定要告诉你们的，我觉得这个很棒，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，我就拍。最后一题最多就是问我有没有女朋友，喜欢的是哪一个类型的伴侣。现在有女朋友，对，我目前是有女朋友的。其实我觉得只要心地单纯、善良、不做作，我觉得这样子的女生就很棒了。对，我喜欢这种女生。现在看到这边的时候，代表这个影片我已经后制完了。哇，好累啊！弄整整2天，现在要上传了，所以5分钟后你们就看到影片在上面。所以现在是5分钟前的我，现在在这个位置这样子。你们有的人可能没有看完，对，所以我统整给你们一下，就是我频道我未来呢，
我会做一些我觉得对你们想要带给你们一些比较实质的东西，不只是笑啊或者是好看啊这样子，对，我想要帮助到你们大家，所以我会再更精进自己，朝更高的目标努力，因为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。都市传说嘛，我会先拍完全系列，那还有剩下就是你们大家可以不要只追踪我的 FBI， 你们可以加我的好友，无聊的时候可以跟我聊个天，没有话问我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你在干嘛，我会告诉你我在干嘛。真的最后就是又要再次感谢你们的支持，对。这个影片十几分钟，有看完的可以在下面留个言嘛，全部看完的、哦，我还蛮好奇会不会有人全部看完。然后大概就这样子，最后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狗，拜。